好了，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个四居室的样板间。来吧，林姐，我们现在就进来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锁，我们这个锁呢是完全没有钥匙的，是自动的这样子的扣子的密码锁。然后这样子的话，每次入住的客人呢，就是会有 allocate 给他们一个新的 code， 然后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呢，这个 code 会失效，然后重新下一个客户会有新的 code。嗯，这个对于客户管理来说特别方便。嗯，而且万一就是，如果客户就忘了自己的 code， 是不是也可以？可以就跟前台再查一下就可以进。嗯，好的。然后我们现在左手边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卧室。是一楼的主卧，阳光真好，是不是每一个卧室都有配电视？对，每一个卧室的电视都 smart TV， 太好了，都是智能电视，这是一个深色调的，对，主卧，每一个就是有不同的，每一个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有不同的这个搭配。像这个瓷砖的颜色和这个家具的颜色稍微也搭配一下。好的。然后现在我们到了这个餐厅、厨房和客厅的区域。哇，这个推拉门确实是更爽了。这个推拉门可能稍微有点小，大家不要介意。妮娜，你能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四居室的价位是怎么样子的吗？四居室是39.75万，不到40，包含所有的家具、有礼石，也包括水井。水井是这个地块有10000块的价格。在不同的那个景色的地块上面，可能加价会有不一样。对，比方说这个呢是比较小的湖，所以有10000的加价。然后像咱们对面的四居室呢，在这个最大的有天然湖上，所以会有40000块的加价。明白。同时呢，这个也相应的会反映到我们每天的租金上面。每这样子，租金也会更高，就像酒店一样，有远景房、海景房一样的道理。对，这是合理的。对，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户型的设计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这边有半个卫生间。这个半个卫生间呢，非常方便，直接从游泳池出来，然后就可以进到卫生间里边，这样子水就不会弄到满地都是。对，这样确实是非常方便的。在外面如果需要洗手啊什么的，冲凉都是很方便。对，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厨房，厨房里面所有的家庭电器、碗筷都是包含的。好的。那么米娅就是问一个问题，如果客户在这一段时间购买房产，就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包租期，如果他就是出现了一些家电呀，或者是家里的家具的维修，这个方面是怎么样处理的呢？首先呢，家电这样子的维修呢，它都是有保修期的啊，然后在保修期内我们会联系厂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会进行维修。然后同时呢，对于就是有一些家具的损毁呢，是我们会追究就是损毁人的责任的。比方说过来就是居住的游客也好啊，他们每一次入住呢都会要签署一个这个协议，相当于对，然后同时呢，就像酒店的入住一样，他们会有一个 credit card 的 authorization。如果有任何比方说损毁的东西啊，是这个住客导致的，那么会和住客沟通，然后他们会进行。这个和就是和完全住酒店是一样的程序，对，只不过这一次我们是业主来说是在酒店方。对。这是我们的厨房岛，然后下面呢，这边呢是我们一个设计了一个 owner's closet。原因就是呢，这样子的话，我们业主如果有一些，这个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对，是伸进去的。如果业主有一些，带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起床放在这边的呀，嗯，游泳板呀一些的golf course 的 equipment 都可以放在这边。高球的器材，这样就不需要每一次来往就再去飞再去托运了。自己有一个锁可以锁上。这个非常好的设计。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往二楼走，然后咱们去看一下另外三个主卧。嗯，我们四居室的这个户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卧室都是有自己的卫生间，空间相对非常独立。嗯，首先。上来了以后，我们一排是这个，卧室。然后咱们现在走进第一个卧室，可以看一下。好，同样的，这个卧室里边所有的这个设施也都是包括在里边的，也是标准配置。这个卧室而且是带水景的，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湖的。没，这个不带。这个不算水，不算加价的水景。对。对这个大的湖确实很漂亮。嗯，看一下卫生间。嗯，衣橱在这里。好的，衣橱在这里。然后，所以洗衣机、烘干机在二楼。对。这边是我们的第二个卧室。楼上附带自己单独的洗手间。嗯，好的。也有佩戴自己的洗手间。这个房型是每一个卧室都有自己的洗手间。对，每一个卧室都是主卧。对，这个对于就是朋友一起出来旅行的非常方便。同时这边因为奥兰多很多这个游客都是过来打高球嘛，然后过来打高球的人群很多，三五成群这样子，而且他们也希望自己的这个空间相对独立，比较方便。确实，所以我们专门设计了这个每个卧室都是主卧的这样子一个户型。嗯，同时呢，这个也同样对于家庭一起出游非常方便。对，比方说三代人啊，一个大家庭啊，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空间，避免了早生女士们互相之间抢洗手间的情况。而且我们特意的设计出来，这个起居空间非常大，非常舒服。对，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度假的环境。OK， 好的，谢谢。嗯。